1982年创建新剧种漫汉剧的任务由内蒙古文化厅交付包头，年轻的张凤莲由包头市北路梆子剧团调入地方戏实验剧团，担任实验剧目《丰州滩传奇》中的女主角三娘子宗金。凭着聪颖的悟性和对艺术事业执着的追求，张凤莲不仅一句一句地学唱漫汉剧的唱腔，还努力学习漫汉剧的母体二人台的演唱方法。今天呢，她为我们演唱二人台走西口漫汉剧天职唱段《天使情》。好，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请出张凤莲。指挥彭佳鹏，
谢谢，太感谢了，彭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